我会过来这边上课是因为我想学习更多的东西。我们这里提倡健康的家蝶是一根我们的真睫毛搭上一根我们自己的皮卡索的睫毛，一根一根这样子接。那我们也不建议一根睫毛上面会有放上很多条睫毛这样子啊，因为会非常的厚重啊，然后也是一个爆裂行为。因为我们长期这样子加睫毛，我们的眼睛哦会久而久之我们的睫毛就会越来越稀少。课程最吸引我的地方应该是它的那个欧美光脚的眉毛哦，因为它的角度跟别外面市场的角度也是不一样啊，是我们自己比卡索老师研发的角度，然后接上去的话也不会有一层感觉很像很累啊，很没有神啊的感觉。之后我会把这个 BBA 的课程介绍给我的朋友，我欣赏的朋友啊，叫他们一起过来，一起学习，一起上课，一起进修这样哦。